我要理解，他们这条直线哈到远点距离，那我把它写成法式，就是14呢等于负3 x 哈加上4 y 啊，把它除以哦这个法向量的长度，就5分之14等于5分之负3 x 加5分之4 y 啊，这个 d。 所以 d 等于多少 ？d 就是什么呢？法距，那个直线到原点的距离啊，等于5分之14。